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陈婷，欢迎再次收看蔬果厨房实在有理。吃是有道理的，只要能吃在当令，吃在当地，就能吃出健康与美味。迷迭香它适合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山坡地上，生长虽然缓慢，但是生命力却非常的旺盛。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头，它是被用来泡茶或做成精油。其实整株迷迭香都非常的香，它从叶子、茎、精油，包括开的花都可以使用，可以用在煎、煮、炒、炸、炸，甚至甜点跟沐浴。它最被常用在法式跟意式料理当中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有机迷迭香的故事。许近田的有机香料农庄就像一座花园，在这一片台中东势山区的自然美景中，许近田和家人怡然自得，徜徉其间。叫做什么花？这叫什么花？给你好了。许近田从事有机耕作已经有17-18年的时间了，现在的他是别人眼中的有机达人，然而他也曾经跌跌撞撞，种什么死什么，所以一直种什么死什么的。比如说种玫瑰，对不对？开始的时候我们肥料一直跟着下肥料，下依照书上写的这样开始下肥料，结果种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看哇好漂亮，很高兴，结果到了雨季，下个雨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就一直死一直可能，所以做有机都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吧。看着迷迭香，许近田说迷迭香喜欢干燥冷凉的环境，20度左右是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。这是迷迭香，它通常是来做料理，尤其是在比较重味道的，像面包啦，都会用到迷迭香料。它尤其配那个乌龙茶，不是很棒。它来种的话，其实一般来讲，我们来秋天来种是最刚刚好。秋天种，然后到差不多冬季的时候，或者到春季就可以做采收。因为秋天来就开始变凉了嘛，可能就是在20度前后都 OK。这是对它最好的环境了，许近田告诉我们，迷迭香怕水，所以土壤的透水性要好，不然根部容易烂掉。它怕水，它们怕积水，雨多的时候它的那个透气性不好，根就没有氧气可以呼吸这样。它喜欢透水性很好，然后比较一般来讲，就是可能就是它的有机质量比较多一点哈。它不习惯的，就是比较那种黏囊土的环境，它不喜欢。此外，如果想要迷迭香长得好，就不能种得太密，因为松一点，阳光才进得来。我们这个品种它本身就是它是软枝条的品种哈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去把它架高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像这样整个趴在地上。那趴在地上有什么缺点哈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趴在地上的时候，它里面的就接触都不到阳光哈。那它可能就会像这样，我们把它搬开看的话，它就会没有叶子，好，因为它的叶片接收不到阳光，它整个叶子就会掉，就黄掉了哈。那再来就是说它这个通风性会不好。它植株可能就会生病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希望把它，把它整个架高起来。基本上它病虫害不多了哈，它主要的环境，如果说它你的植株很健康的话，它是不太会有病虫害的问题。那如果说比较闷的地方，或者比较夏天比较热的哈，它可能就会，我们看到这个叶片可能会黄黄的，那可能就是它后面已经有一些蓟马在后面在
在吃它的那个叶背上吃它的汁液。原则上，如果把它的植株把它通信比较好一点呢、啊，不会有比较闷的环境的时候，就不会有。徐敬田告诉我们，植物和人一样，是会学习自己照顾自己的。以肥料来说，太多了反而会造成植物的依赖，好看也只是虚胖，只要环境一变化就会承受不住。肥料下多就像人一样，吃得太胖了，那到它不运动，它就会造成它的身体上的问题。那植物植物一样，你如果下了肥料很重的时候，它就会虚胖，它长很快。那在外表看起来它是长得很漂亮，但是稍微下个雨它的根部就受伤了，它可能就开始慢慢变黄这样。所以原则上我们在照顾植物，事实上只要土壤处理好，不一定要用到肥料这样的东西这样。徐敬田说，以前的他总是习惯由人的角度出发来判断植物的成长需要些什么，但是现在他体会到要去观察植物，从旁协助他，不要想说去照顾他，只要营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就好，因为成长是帮不了忙的。那我们真正在做有机栽培的时候，还是要透过我们的观察力去观察植物它本身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，那再用书的知识去对照它可能出现什么状况，那我应该怎么来营造的环境给它长得更好。那原则上其实植物呢，我们习惯就是它要自己去成长，它要自己照顾自己，我们不要太多的人工去干预它，它自然就会长得好。那如果我们一直去说我要施什么肥料，我要去用什么方式让它不要病痛的问题，它就反而会依靠人类，它就靠着你要去照顾它了。你只要让它一开始我们就习惯这种模式，它就会长得很漂亮。有机耕作对许敬田来说，就是用现代的农业方法回到老祖先的耕作方式，因为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才是植物真正需要的，只要环境好，其他的就让植物自己处理吧。其实做有机不是很困难的、它只是用回到老祖先的那种栽培方式去哈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用心去观察，怎么让它植物去长得更健壮，怎么营造好的环境给它，然后，长得好不好就由看它自己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，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它这颗能够给我们营造多少的收入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只要能够营造好的环境，它长得好，那收成必然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要一个很宽容的心去整个关心到整个大自然的环境，因为我们在栽培作物的时候，其实不是光靠一个作物就可以生长出来的，其实它还是需要整个环境，虫啊、微生物啊、动物啊，去共同营造的环境。那环境营造好了，我们做的栽培自然就会很健康、很健壮这样。经过将近20年的有机岁月，农业对许敬田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。他会把农园当成自己的花园，希望把环境照顾好，人和植物都健康。明德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，它的茎、叶、花都可以提取芳香油，罗马人称它为神圣之草。在欧洲，它被广泛种植在教堂的四周，教徒们视它为神圣的贡品，所以又有人称它为圣母玛利亚的玫瑰。像这样的食材，我们的老祖先是怎么运用它的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像在《本草纲目》里面记载呢，它的性味是辛温无毒的。那辛温无毒的意思就是说它有辛芳香的味道，那它的属性上面是比较温热的，那并没有特别的毒性。那在使用上呢，古时候的人认为呢，它可以去鬼气，然后呢可以
去恶气，那后面主要是把它佩戴在身上来使用的。那古时候所说的这个鬼气、恶气呢，指的就是它可以让室内芳香，那有去辟邪的作用。以现在的这个医理来说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镇静跟安神的效果哦，因为它的一个芳香的味道可以让我们的放松情绪，让紧张的情绪得以放松，那可以得到安神，帮助睡眠的作用。以中医的角度来说，芳香的这个药物呢，我们说芳香醒脾，所以芳香它是一个入脾经的药物。那脾经在现代的意义来说，指的就是一个肠胃的功能。所以在料理上面，像是一个传统的地中海料理，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饼干啊等等的料理，都会加入一些迷迭香。除了可以提振它的香气之外，其实它也是有帮助消化的一个作用。那除了佩戴跟这个内服之外呢，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拿来浸泡，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说它的性味是辛温的，那辛温的药物其实是可以加速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，所以当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药浴来浸的时候呢，其实也可以放松筋骨，达到一个比较更筋骨放松的效果。迷迭香呢，在罗马的时代，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神圣之草，神圣之草。那在古时候呢，它是把它拿来在葬礼的时候使用。那当然，现在它已经更广泛使用，就是在婚礼也会使用到这样的一个芳香的植物。那古时候它在这个葬礼使用，最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味道，因为它的香味的关系，可以用来跟尸体共遗体共同保存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它本身是一个常青的植物，所以迷迭香的花语，它是指的是一个无法忘怀，一个回忆的意思。它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它是一个辛温的药性，所以它也本身也有发汗的作用，所以在使用上的时候呢，建议在用量的摄取上还是不要太多。那我们就用迷迭香泡澡之后呢，因为它的辛温跟发汗的作用加速了血液循环，建议在泡完澡之后呢，可以饮用一杯温开水，避免流失过多的水分。对一般台湾的家庭来说，迷迭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食材，他应该怎么做出好吃的料理？今天我们就请陈佑任老师来为大家分享。老师，欢迎你。哎，平哥你好。老师，是。今天你要为大家推荐一道什么样的料理？啊，我们今天来做这个迷迭香烤马铃薯。迷迭香烤马铃薯一般不是用奶油而已吗？对啊，其实马铃薯跟香料都很搭配。那今天因为今天是要介绍迷迭香，那我想说也用马铃薯来跟他一起烤。Okay. 那你为什么选择这道料理？这道料理哦，因为迷迭香在台湾大家好像有的还不知道怎么使用，通常都是种盆栽或者是买它的精油。是啊，精油是不好精髓的。我知道有人我们去喝茶，有时候他也是爱迷迭香茶。对，迷迭香茶，对。像这个做酱汁啊，做什么茶都很好用。做酱汁？对，酱汁。是怎么做出酱汁？它这个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汁，怎么做酱汁？哦，你可以把你的汤底什么熬出来，再放迷迭香。哦，你是做香料的对吧？有一口啊。这个物件比新鲜吗？嘛，实在新鲜。所以啊，你看我加上这嘿啊，它有一种挥发好像醒脑的功效。哦，有。吃落会咸咸的呢。嗯，你烘过就袂啊啦。哦，烤过它有一点点辣辣的，好像那个。也不是辣而已。凉，它看凉，是，胖胖啊，金胖，是啊，这个也可以驱虫啊，这个我就有经验的，是，很好用的，好用。我女儿常在车上吃东西嘛，哎，偶尔会有小蚂蚁，我又怎么办？我抓也抓不完。有一天我们去出外景，是，导演呢就说我们今天呢要讲迷迭香，我就拿来闻，哇，很香啊，我就把它放在车上，几粒摆，就蚂蚁不见了，都不见了，对。好像我们在做这个料理哈，爱注意什么？这道菜哦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注意。如果说有新鲜的迷迭香是最好的，不要买干燥的，因为味道会差很多。Okay. 是啊，尽量有新鲜的，用新鲜的是最好的。了解了。那这道菜有搭配一个迷迭香油醋的，我们先这是油还是醋？这个是油。OK， 这个是迷迭香油。那我今天里面用的是葡萄籽油。那你如果说喜欢橄榄油，也是可以用橄榄油。就一般的，不管什么植物性油，你就是把草丢进去的。丢进去。可是问题，这个要不要洗完沥干晒干？对对，洗干净。不是晒干了，是把水沥干嘛？要。我注意没用啊。洗干净要擦干，再稍微把它揉一下。让它的油跑出来再掉到那个油里。OK， 是啊，那至少要让它浸大概一两天，
这样子味道才比较容易出来。那这个是适合做拌的油还是炒也可以？拌啊炒都可以。是、okay. 那像我今天用这个葡萄籽油是比较适合生吃的。我们先把马铃薯切块，我刚刚这个油洗很干净，应该把它擦干了。马铃薯烤马铃薯本来哦，烤马铃薯一般人不吃皮耶，我现在很多人不吃皮，但其实这个皮很好吃，你把它留着，对啊。用烤的，就是切开烤就对。对，切开烤。那、啊、我们会先调味，把它拌好。哦，是先拌完了，它已经有味道了，之后进去烤。然后进去烤。OK。哦，这样可能，就我的接受度就会提高很多。要不然马铃薯整个烤起来没什么味道，嗯，而且中间夹个什么奶油，奶油啊，是啊，那个比较普遍。那今天这个很多人吃觉得很好吃，我吃怎么吃不习惯。这个是比较属于好像薯块的做法，只是我们用烤的。但是要这个不容易熟吧？这个大概烤5至8分钟就熟了，还蛮快的。整颗烤要很久，但是切开就很快。那这个调味料我们先这样迷迭香用，先把那个叶子只要叶子是只要叶子就好了。迷迭香它规整拢会用的呢，拢会用的啊。对啊，这落会使摕去煮泡茶买晒，淡的汤泡茶嘛，买晒嘿啊，就要滴伊迄个味。哦，这真的很香啊！哇，有很多人拿在它的叶子啦。花啦，跟这个茎都可以提取它的香油。像这样子，留着这样子可以做一些串烧。你可以蔬菜啊、豆腐，把它插进去，稍微烤一烤，又有迷迭香的味道。真的呢，我是弟弟啊，这是创意料理。你切一切是为了让它味道跑出来，说要吃起来小小的。吃也不会说太粗。我们一般其实一般家里买个盆栽来就可以种这个啦。是啊。啊，但是我们在选盆栽的时候，有没有这个迷迭香盆栽有没有要注意什么？它这种，它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有分比较粗，那个枝干就比较粗跟细的。啊，粗的就是比较老的。啊，哪种好？我觉得老的比较好种。老的比较好种。是啊，年轻的是叶子比较大。老的叶子很小，而年轻的叶子很大，但是年轻的刚好相反的，年轻的就是它的枝干比较细，但叶子大，这个就算是细的粗干。这个像是年轻的，这个年轻的嘛，它大的叶子。对。而如果粗那个粗干的就比较容易存活，是，但是它叶子就小。是啊。但是有没有口感或香味有差别，还是没有？不同品种可能会香气会有一点点差，那口感应该都是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是啊。好了，那这个迷迭香叶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先拌一点油，拌一点油，然后盐巴，盐巴少许，一点黑胡椒，一点黑胡椒，然后辣椒，增加一些辣味，然后再多一点啊，哦。这适合我。这道菜很简单，就拌一拌就好了。哦，是重点啊，真的。现在我又学会了。这样。你们相信吗？这样拌一拌就是一道料理。大概烤10分钟左右就。小黄金。嗯，是的。那就是微绿的了。等一下好的时候，我们再拌。摆盘的时候，对，厨房放进去就好。Oh, okay.那我先把它进去烤箱。好。老师，我刚才读了一下，讲大概在17世纪的时候，人家欧洲的药草学家的讲，迷迭香哦，它真的是可以对这个什么包括表皮啦，或是你闻它的味道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。嗯嗯，对啊，它这个就有醒脑。就是提神的作用。啊、不过他到略显说它是高刺激性的植物啊，就讲，比如讲你拿五吉瓜，比如孕妇也不太适合大量吃啦、啊。孕妇啊，对啊，什么高血压啥弄不下去。夜间那一种的，哎，对，不适合。哎，啊，对咱一般人来讲已经下了。嗯嗯，可以多吃。哎，这种盆一般的盆栽不贵嘛？不贵啊。那其实大量利用啊。是啊，我都每天我常常换的，因为我都是买到年轻的。
它是常常会挂掉，那我也现在才知道怎么种。哦，我从那上次我们去出完外景之后，我就已经打算要去买迷迭香盆栽来家里种，因为你可以一个一个驱蚊，而且味道又香。是啊，你又可以省掉那些芒糖，你免去啊喷下杀虫剂啊。对啊，像这个做装饰品啊也很好用。装饰品，像我们的菜好了之后就用这个来装饰。哦 ，OK。是啊，他很多人都拿这个去，可以拿来做香皂啦、香水啦、洗发精。对，打那个，就比如说一瓶啊，就洗塞精油。对，是啊。哇，老师啊，很香，我已经闻到味道了。是啊，来，廷哥，这个就是烤好的迷迭香马铃薯。我要叫水来跟他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规定弄起迷迭香的味。是啊。那我们就开始来摆盘了。欸，我看到你在做料理都很适合小朋友呢。是啊，对，哪能找你看到跟积木的。对啊，哎呦，可以吃，可以先剩个家。是啊，好，哎呦，简单。这我买要走啊。是啊，在家里方便做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啊，是说小朋友吃，我那用黑胡椒放了一点点，我不放辣椒，我还可以吃。是啊，如果小朋友可以加一点糖啊。糖啊，稍微甜甜的，小朋友会更爱吃。OK， 是啊。啊，那你们的醋是？我们的醋就用一些，有醋本身不是已经有会甜甜的吗？稍微对，甜甜酸酸的。啊，不，小朋友会更甜，他会更喜欢吃，就对了。更喜欢吃，哦，是薯条那种沾番茄酱的感觉。薯条沾 OK OK。好的，那就先淋一些这个。可是你烤之前不是拌过油吗？哦，这个是做。对，摆盘用的就对了。摆盘用的，啊，再淋一些我们自己做的浓缩的陈年醋。浓缩陈年醋。对。哇。一点点在那个洋芋上面。啊，最后我们再放两根迷迭香装饰就好了。上面。好，你看，迷迭香烤马铃薯。迷迭香烤马铃薯。真的很简单，这适合在家庭里头做料理，一个不用油，对吧？对啊，那很适合老人小孩都可以，而且又有变化又简单。是啊，老师，是坦白告诉你啊，这个对我来说是挑战的。是啊，对啊，希望今天这道你会介意。马铃薯哦，对我来讲卖相实在是很好，这会很好。那我也试试看。你像加开伊咸咸哦，大概是烘过，它盐巴就在上面，不加一点方面。对对对对。嗯，阿哥真香。是啊。那廷哥这一道菜还可以吧？这个马铃薯料理。坦白说，很好。外面的烤马铃薯我一颗都吃不完，炸的虽然感觉还不错吃，可是我刚开始对身体健康不好。哇，欸，真的，今天这个都是用烤的。对啊，对，很简单哎。那你是摆盐巴而已，那要我讲？哎呀，